三只手指头，在我们的颈部最后面，头稍微往下压一点点，由两侧慢慢压到旁边的时候，到这时候下巴往上抬高，无名指翘高压在耳朵后面，嘴巴打开，鼻子下巴的骨头出去，再一次。抬高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七次，八次，九次，十次。这个按摩，脖子马上松，比你做颈部的按摩效果还要好。